来到咖啡厅，终于可以看到各位的庐山真面目。大家终于把口罩拿下来了，因为这边我们包场了，所以就大家防疫还是不能松懈哦。不过，总之现在这整个环境里面呢，就只有我们这几个 safe， 然后对，所以很 safe， 安全。然后呢，重点是店长。啊，这么快？还是很立刻的吧？立刻应该是我们最好熟悉的店长。我们这里这家咖啡店的这个咖啡豆很特别，所以你等一下要带我们去挑。好，你等一下就盲测。对，盲测，这个大概是我冲绳的，没有那么厉害啊。但是我在这个系开拍之前，我就学了一天的咖啡。哦，有特别去学哦，所以就冲啊，还烤啊，烤它还可以。那等一下，我们这几杯都交给你了啊，不是的，对，都给你冲。大家有体验吗？都已经出来了，我还好，没关系，我想给你冲，我想给你冲。好，先不要吧，先不要。我也好想跟你冲，不是吗？好，都来都来。等一下，我去挑咖啡豆，然后自己挑了自己喜欢的口味之后 ，OK， 我们来试试看如何手冲咖啡。好，那在我们现在就直接去咖啡墙了，因为其实我还是有刚车内还没有问完的问题，只是我觉得在车子里面搭的脸遮出来，遮起来是太可惜了，所以我等一下再动作当中 ，OK。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先来选一下咖啡豆，然后边泡咖啡边聊，继续聊。Let's go。好，大家刚刚已经看过一轮了，所以你们已经决定好自己要选择的咖啡豆嘛？有，大概有看过了。但这里已经让我产生极度严重的选择障碍，大发作。你们选的哪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我选了京都的，京都的哪一个是这个吗？对。哦、okay。因为它带一点水果香，所以我选这个。好，蛮特别的。那我又要 Q 店长，店长选择这个是为什么？冲绳，因为刚听老板说这个是日本的冠军，世界冠军，是日本的冠军，就想要喝喝看。所以店长要来尝试最好的，那是 CP 的你们两位。我是这个这个是它上面写有什么味道？有黑巧克力、焦糖跟坚果，所以应该是蛮好喝的感觉。对，甜甜撒糖派的感觉。哎呦，看你是什么派的，看我是什么。我的话就是这个，也是因为我听老板是特选豆，然后我自己喝咖啡是比较喜欢喝偏酸一点的口味，所以他就推荐我这个特选，听说非常的厉害。好啊，那很厉害，没错，很多果香味的感觉。那我是因为已经选不出来，然后唯一还没有人选的就是这一系列，它的包装很奢侈。上面这个，你选上面这个，直接来特选豆。特选，这个这是那个，等一下你们就会发现我开始主持胡言乱语。对对，还没有开始主持，还好我们已经开完车，喝酒不开车。没错。对，好，我等一下来选一个，也是老板推荐，他说好像女生蛮喜欢的，像彩虹糖。对啊，很可爱的感觉。这什么味道的？我不知道，它其实有好多种，比如说像这个拉丝的，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大阪的。坦桑尼亚。喜欢水果香味的话，就是找非洲产品。那你就是选地名，从地名选。这是大阪。这怎么都大阪？好吧。这边。在下面啊，但他那个坦桑尼亚，我看到大阪两个字，对，坦桑尼亚，坦桑尼亚，哦 ，OK， 好，那我就、那就他好了，就选他好了，OK。刚刚他推荐是这个多明尼加，哦，我来试试看，多明尼加 ，OK， 那我就要来 DIY 冲泡咖啡给准备好了，虽然有一个在当兵，对，没关系，那你倒给我喝吧 ，OK， 对，请那个神秘嘉宾充当那个。另外一半，好哦，来，我们来试试看。好，耶！他已经交流过一轮，彼此所选的咖啡豆，对，没错。等一下，由大师在操刀哦。哎，那个，我们现在就要看看各位，尤其是店长很丢脸。好，没有问题。好，我们就来让大家展示一下你们泡咖啡的技术。好呢，当然就是你们泡完之后，应该是要。品尝交换，对对对，好，那就是大家就可以开动了。然后顺便我还是要继续聊聊刚刚我们还没有聊的话题，因为其实我刚刚已经不小心偷听到你们私底下一直很积极的在健身。哦，对，健身话题。对，健身话题。然后最后也是养兵千日，其实期待有一天用到，对不对？对啊，所以其实如果说今天这四位当中，你们要选一个
哦，你先。就是要干扰。你先，我先吗？对对对。因为你 BCA 味道比较重。对，没错。是全下吗？全下。店长，全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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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三十克，但是我刚刚的。我要先。他没电。有，加进去吗？店长不能丢脸。我现在不知道他几克。有吧有吧有哎、欸，他说要先整，他说要先整，卡卡哎，就把它弄这样子吗？拿，他就先拿，哎、欸，他是拿上面还是下面？都可以，好，超不专业。就是你们要给彼此什么担当？石磊的话，他就是娱乐担当。娱乐担当，对，为什么会这么特别的封号、啊？因为他当我们在一个比较高压的氛围的时候，他是要到他会过三五十。右边先五十，先五十吗？先五十。他在我们一个比较高压的氛围的时候，他就会带给大家欢乐，帮大家舒缓一下那个情绪。啊，五十四哎，怎么办？没错，没关系，没错。然后等个三四秒，然后再倒到210克。55，然后又直接进到210哦。对。太快了吧。刚刚学的，那你之前学的时候是什么？是也是手冲这样子？都有哦，都有。对，也有拿铁。那你们在片场有喝过他泡的咖啡？完全没有，他都给我水杯。都是健身喝水，健身喝水。对啊，健身好，所以娱乐担当。娱乐担当，没错。很明显，东贤就是肌肉担当。没错，没错，没错。东贤是肌肉担当，绝对是肌肉。绝对是。一直在请教他如何健身。对。听到了有人拉80公斤。对他，对他，80公斤对他来讲已经是小蛋糕，他是140公斤。天哪，你可以抬起好几个我的。哇哦，210是不是？210，嗯，好几，真的很，然后最后300，很专业，还要再等个3秒。对，还要，没大概就是喜欢呐，喜欢健身，他是就是把它当成生活的一部分这样子，习惯了，对，还被。那个导演下达禁练令，刚刚在车上聊禁爱令的，但是现在那个导演有对我下达禁练令，好了，然后不要再练，不能再练，对，先得肌肉就对，对，先缓缓，我们拍摄期间就先这个样子，这个时候这样子很 OK， 这样子很 OK， 他的衣服每一件衬衫的都是快炸开的那种，是哦，真的，是因为服装组不想要再改衣服，这我没有想过，你可能每隔10天他就要再加大一号。西装外套弄不进去。对对对，有机会，有可能是这个样子。但是就是希望，因为他们在走戏的时候，我们两个站在一起，已经那个感觉对他们来说是，接近完美的状态了。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OK， 好了，就是练的话先暂停一下下的。嗯、第一次被下达禁练令。真的耶，怕你再练会变巨。太壮。馆长。差不多，差不多。真的哦，所以只有你看过他裸上身的样子。只有我看。剧里面只有我看过，但是因为拍摄现场，他们全部都坐在那个荧幕前面这样子看。哦，所以你们其实都有看到。算是也在现场，对，拍摄的现场我们都透过荧幕。没错没错，我在旁边。没错没错，肌肉担当真的是名不虚传就对了。好像也不能干嘛，就只是一个虚名，你知道吗？就是噱头嘛。对，观众超期待，赏心悦目。对啊，对，真的在荧幕上面呈现。哦，对，就大家继续锁定约定就可以看到。没错，没错。耶、yeah, ，好，我们现在交换 CP 了。耶、yeah, ，来啊，那个圈。刚刚就是东贤这边挑的是比较偏酸的、欸，其实你们两位都是。他们两个都是酸派的。哦，我们来看看谁的酸比较酸。我是雪茄派的，也是雪茄。雪茄。不同派系，不同派系，还记得很好。对，我全忘了耶，真全忘了。石磊指引一下，就是先上去，没办法，先上 ，OK。哦，那我就先好。其实硕汉常常在自己来，对啊，先嗯，对。那如果你今天要替我们这出剧约定来度选一首歌的话，你会想要唱哪一首？约定 I do， 那就是 I do 啦。哦，那你有没有来现场哼呢？哎，我不哎 ，I do 怎么唱 ？I do， 我都除了这个这一句，我就是读你们只会 I do。哎，就 I do， 还是 I do。对，目前只记得 I do。我们还没听过完整版。哎，这我自己也不知道哎。这是主题曲吗？对，这是主题曲。对，最近主题曲不是。
是我们的 M。我才收到新广告，不然我对对对对。最近刚好这几天开始做宣传，对，没事。他所有歌一样520会发，对，所以我们其实也还没有完全听完整版。发票寄给你。除了这首之外，没关系，我们这首我们会放 MV 进去哦。这首之外啊，对，哇哦。周会的约定，这样吗？周会是50。然后你要那个1块钱，一块钱的，一块钱到5块钱的。我觉得你可以。哇哦，一首歌啊！对，如果你要选一首歌，你觉得很适合这出剧，里面有什么歌词是适合的话，你会选什么？然后现场表演一下。啊？哇哦！大家想想听。然后结果自己选一首自己擅长的歌，跟这个完全没有关联。Justin Bieber， 突然来一个 Peaches， 这哎，我这样子真的想，突然想，好像你没有想法吗？我你们觉得？其实刚刚周围的约定，我觉得我突然，你前几天不是有 po 一个你是爱的？哦，你说那个 Love You 3000， 哦，那是钢铁人哎。对对对，那是钢铁人，以钢铁人为主题那种感觉的。哎，爱你3000好像，可以，绝对可以。好像钢铁总监吗？哦，哎呦，哎呦，真的是，哎呀，你这个腹黑大野狼。哦，这对这个不错，不错，不错。那就直接点这首歌啦。哦，我唱是不是？对，在冬天泡咖啡的时候，还有不止冬天，冬天泡咖啡的时候，我们就要来一下有伴唱的。哎，这第一句怎么唱？等一下，我不会唱。不会，不会。哦。Baby, take a chance. I just wanna be your husband, 'cause I'm your Iron Man, and I love you 3000.Baby, take a chance, 'cause I want just to be something straight out of a Hollywood movie. 哇哦！哇哦！不错，不错，那个说汉现场唱歌有，就杀青酒那边，杀青酒，大家已经围虚了那边，哎，真的，所以那边酒再多喝一点，可以会多唱几首。那个老板的试饮卡要在，要一下，我还有几种口味。想喝的真的、欸、所以其实大家都有隐藏才华、欸、像这个店长还是我还是真的会泡咖啡、嗯、然后对然后宋汉的歌喉真的很棒、嗯嗯哦、真的、啊、对因为之前是乐团之前是乐团贝斯吉他对嘛就你讲了你的学生时期的打工就是出国对算是對因为没有时间打工但那也算对有点像出国留学的感觉有点对对对，对半工半读的感觉。对，真不错。然后两位的隐藏才能，竟然是当救火。哇，这个火神啊！刚刚不小心的挖出来，现在火神眼泪很烫。你们两位真的没有去演，太可惜了。这真的受过消防学。迪恩有一个更厉害的消防员。真的吗？对，他会打泰拳。哦，Muay Thai。Muay Thai。天哪，真的。真的。来来来。秀的话比较难一点，但就简单的，对，基本的那些都会。然后我有在全国第十届泰拳锦标赛拿过75公斤亚军。哇，这个感觉很痛哎！为什么一讲完我就全身有点痛的感觉？但有点时间过程了。泰拳攻击力很强哎。对，那个时候蛮特别的一个经验。哦，哇，怎么会想要学那个？以后想要朝那个。不排斥，然后也希望有机会可以拍一些武打跟更多其他的角色。所以你的神秘角色跟武打有关系吗？没有，可能没有，可能别方别个别种方向的武打可能可以算是有小涉猎。许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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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角色发展出他的动作戏吗？不止床上的动作，还有地上的动作的。对，哦，哇塞，那两位想一下那个。嗯、然后大家都看到消防员的辛苦，你们也真的在里面服役了多久啊？一年。哇，都是你们这个地带的人。没错，没错。哦。然后我那一整年蛮水深火
你那个，我那一年算是，因为每个分队的题目都量数会不太一样，有些在市中心，它就是非常的可怕，你只要打119，它就要出动，都出动。对，但是有些是在比较郊区一点的地方，它可能就一天的案件可能都两个、三个，对，比较安逸一点点。哦，所以你是市区的。我是靠近市区的，我是比较多山难救援。哦，山难救援。对。哦，那你遇过最严重的？哇，好多，可以讲吗？在这边可以吗？你就讲一个就好了。你会怕吗？哇哦。哦，对吗？就是我遇过，就是。你是要讲个意见这样吗？没有啊，没有，就是有那种，因为桃园很多工厂，所以有那种手被冲床夹到烂掉，然后就是扶着自己的手跑到我们分队过来说。这个要怎么办？可以送我去医院吗？他还可以自己。对，他是你就看到他的手都分开了，就是每一个都分开了。嗯。欸，他胆子好。他是冲床，然后是一个机械用的工具。对。嗯。然后就是他好像没有在注意吧，正，然后一进去，然后就一个不小心全部分开这样。对。然后就这样。他还捧着自己的手去。对对对，去找到那个消防分队那边去寻求救助。所以那时候是你当班。也没有，那时候我刚好就是。传说听说。也没有，那天我有值班，但是我那天时间是不用出勤的，所以我有看到那件事情在我眼前发生，还有看到他的手。嗯。对，因为我两就是分开，分多开就多开。深深的烙印在你的脑海。这个事情还好，因为还有更严重的。还有更严重的是什么？更十八禁。真的吗？真的可以讲吗？可以讲吗？可以讲吗？就是还有很多啊，就是有重度忧郁，然后从13楼跳下来的阿嬷，然后跳在2楼的一个露台上面，然后一个栅栏上面直接被拉到斩断，所以你去搬的时候已经是两米的状态了。对，还有从河里面打捞起来的也有，然后火场里面的也有，还有在桃园旁边的那个是国道嘛，国道高速追撞的。对，国道车祸那些，真的见多识广，有好多人生经验的。还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事情，但就算是很充实，对，蛮感恩有那段时间，因为看过太多事情，能够看的也跟别人看的比较不同观点跟方向是。听起来好可怕。谢谢两位讲的这些东西，让我们知道大家不为人知的一面。因为观众朋友应该很想要知道你们私底下是怎么样的哦，原来。有这么样的一段故事，对，都有这些隐藏才能跟一些做经验，所以刚刚打工的还没有讲到这个，对，怪不得你们说奥凯多，因为最近那个就是我说在戏剧里面也有描述一些救援的时候酸民啊或者什么的，对，所以在这个因为那个爱度里面呢，我的霸道总裁听说最后是有跟员工两个人变成同居室友。第一天就同居了。第一天就同居了。对，因为我等于是那个公益房，他们老板跑了，我接手下来之后，他们老板那个时候就把那个公寓给买下来，我也一起承接下来。所以等于算是他名下的财产。就是你们本来在很讨厌彼此的情况下，就要同住在一起。对。对啊，就是。就怎么搞的这样子？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呀？就是跟室友出来，你没有住过外面？我没有住过。有住过外面这样子。但是团员出去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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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员的那个啊，对，就是可能生活方式可能不太一样，就可能习惯，比如说我以前比较 care 是那种卫生习惯，就比如说洗衣服，因为像有些人洗衣服他不会洗完马上晾，放着，他会先放着，然后等到你要洗的时候你打开，他怎么还有衣服？哦，这样子，所以他们就会说，哦，我要再洗一次。所以我说，那你为什么昨天不让我先洗？哦，对，就只有这种小生活小地方，所以但是对人没有说什么，我讨厌你，然后我现在要跟你住，这个就倒还好。有到吵架的？没有，争执是就是工作上可能难免会有一两次可能意见不同，然后可能讲话比较。讲话比较大声的时候，但是基本上对于人跟人之间还好相处，其实都还好。你没有看过受害凶的样子？
怎么样啊？胸胸，因为我很难想象他这样。哦，不难想象啊，其实不难想象，其实蛮不难想象的。哎呀，误会啊，只能说这一切都是误会啊。他们两个小酒窝，真的，所以你们两个小酒窝会凶，他有攻击性啊，真的、哦，就吵架细节也没有。水可以菜粥也能煮粥，酒窝可以可爱，它也可以就是很有功能。可恨，对，真的聊到那个熊，你是什么情况？你们是什么情况下看到他熊？来，金师傅说一下。金师傅，你说吧。请不定期的去在他的 IG 上面，他的限动关注，还有他的 Live 直播，对，可以发现他很可爱的另外一面。嗯。可是有看到生气的吗？好像我都没看到啊。他就是你性情很没有很在更真性情啦，真性情啦，真性情。生气的时候顺便爱我一下，会错过有没有？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随时都有可能会看到哦，嗯，是哦，频率蛮高的哦，真的哦，对，频率。最近比较少一点，对，最近比较少。宣传期，想说，平静一点，乖一点，对，乖一点，乖一点。宣传完，请随时注意我。对，真的，对，马上 follow， 真的要。所以那个受害其实有不为人知的一面，那你们其实脾气最好的应该，刚刚是说老师担当吗？我觉得应该是韦伯。对，平常怎么没有太大的情绪，所以在戏里面有一场戏是情绪比较重，有点像争执的戏，然后就拍了蛮久。真的、哦？你跟谁？重拍对不对？我跟那个李恩。哦。我们那一场、哦、是你们两个。对。我们那一场戏我们要有点争执，但是也不是说很表象的，但就是话中带话。嗯。但他一开始就是比较凶不起来。对 对, 对。被我吃掉了，导演说：“哎，不对啊，你又不是他的小弟，或者你他又不是你老板，那你干嘛？”这样子的反应，对，那你会笑场吗？就看他根本气不起来，怎么样？不会，他就蛮好的，真的。对啊，就觉得蛮好的，就像好好生活一样的好。那就是帮助我更入戏。哦，真的，所以你们两个其实默契还不错的。对，其实我们大家默契都有一定的程度在。嗯嗯嗯。那我很好奇，当初你们在试镜的时候啊，是如何去决定？哇，这个真的，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因为我们也是，就是全部真正确定说跟谁对套的时候是读本的时候，都是决定好了。所以你们去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决定制作人，然后导演组，还有日方的出资方，他们会 live 就是连线直接看我们试镜。对，所以都是给对给他们去决定，都是决定好，我们才知道说，哎、欸，哦，原来我是跟他演的，没错没错。所以真的只有幕后的人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That's it。嗯，对。可是那你们在试镜的时候有被要求，比如说要接吻给，就是要亲吻啊，或者是有一些大尺度的一些表演。亲密接触是有，对，有亲密接触是有，就是应该算是肢体表演，对，因为我们在。真正确定角色之前，我们有上一个肢体表演的表演课，嗯，对。但是那时候就是完全就是演金宇真的就是好，就是可能有两三个金宇真，然后有两三个石磊这样。石磊有五个吧，五到六个，六个石磊。就你也不知道真正对戏的最后会跟你一起演的是谁，甚至你也不知道你到底会不会演。就只有最他们两个，我刚刚就想讲这个。就想这个、他们两个从头到尾上课，哦，上课，轻轻松松的，对，轻轻松松。你看，其实他们也在你当时就是表演课，对，表演课上也都在，对，你们两个是已经知道确定，对，他们是确定的，我们就战战兢兢，因为对，就是不知道到底会不会被选上。石磊、金宇真、伍思琪，这三个比较，其实我们也是蛮紧张，我们是到了之后，全部大家讲完说自己饰演谁。对，然后最后才知道看到人，我们两个只有一次放下石头。哦哦，好，那加油。没有了。是当时已经上表演课才知道，对，对，才知道自己没有其他的后顾，没有竞争者，对，没有后顾之忧。原来这一段真有趣，因为我现在是有访过其他戏的，他们跟我讲说他们要试吻，就是试的吻，真吻吗？哦，而且吻的是八个人。然后最后导演超级挑，然后手接吻的感觉去看。对，我们是有站在一起，就是可能很接近，接近的拍个照，对，他看有没有那个 CP 感。对，没错。对。这个 CP 感，我可以重现一下。
CP 感就是可能可能就是就只是很近的这样子，对，或者是 很接近的这样子，对，然后这样拍个照这样子，对，然后他们要取一个框框里面的，看有没有一个画面感，粉红泡泡的感觉，就是这两个人可不可以有火花？对对对对对。显然我们应该是比其他人多一点有火花，没错，应该没有火花。其实现在还好，啊、现在真的已经，就是哦、我觉得很习惯，就是已经就是哎、这边嘛，就是对啊，就这样来对。其实我们拍到后面几场已经有就是这样感觉。对，我觉得我们已经可以习惯很快可以进入状况。对，就比如说好，这边这一幕要摸他脸，然后我们就哦转过来，好三二一 action， 然后就直接开始，对，就也不需要准备。我们已经把拍摄的那些习惯跟彼此的感情，连杀青之后都可以一见到，哎就可以。就是很有感觉，就可以很有感觉。嗯，哦，因为这个问题问这两位不是 CP， 可能就对，对不对？尴尬。现场来一个，就是我刚刚把我的咖啡先喝吧，先喝吧，先喝吧，先喝，先喝，先喝这个 BCAA 了。对啊 ，BCAA 组的好不好？哎，真的很 BCAA。来，你们先喝完，然后我先帮你们倒。所以你说的 BCAA 真的就是味道。很像，因为我的 BCA 口味又是热带水果，哇，那就很像。我跟你讲，90%的味道是一样的，闻起来都。谢谢。咖啡加了奶精那些东西，其实都会把它原始这种风味给带掉。这样子喝其实还蛮好喝。真的。我的应该很酸哦，那我喝一点，就你倒，然后我喝一点。这就更像什么 BCAA 吗？我觉得他的应该，这个很酸哦，风味果香味。哦，我先去健身。对，有胖的感觉。要浪费。真的。没有，但它就是那个味道啦，不是喝起来当然是像咖啡，但是它有一个味道是 BCAA 的那个，就是那个味道。而且说的蔓越莓汁的那个酸酸的。对啊，我就说真的蔓越莓汁的。你的反而没那么酸呢、欸，我觉得迪恩刚刚跳的比较酸。我觉得你的层次感感觉喝的比我那个喝的再多一点点，嗯，有点像就是水果茶的那种感觉，对，是好喝的，哦，再放一阵子应该它就会酸味会更出来，它的感觉是果酸，然后底下是咖啡之中它有一个酸酸，对，我的就是加醋是不是？对，你是有加醋的，好的，好啊，那其实大家都品尝完彼此的咖啡了，然后我们有一个。我们的虎迷们最爱看的一个情色骰子游戏，大家有听过？情色骰子没有，没有，没听过。我不要讲情色这两个字，我们就讲骰子大神，好，来决定各位的命运。OK OK， 这两对不是，这两只你们不是 CP， 可是今天就只好让你们伪 CP 的，伪抱歉，觉得抱歉哦，先 sorry 咯，成功领爱你 ，sorry bro。其实 DN 也有一些。对，我没有。我刚刚听到的这个，其实好像都是你们两个在发声，所以都有啦，都有。嗯，这位就真的很神。好，那这个骰子大神会做什么样的安排？会给你们什么样子的挑战呢？我们来再听看一下。OK。耶！虎粉们最爱的单元就是骰子大神。哎、欸，这个骰子刚刚上面的字，罗海已经被骰子上面的字给吓到了。I'm not sure. 对，有很多竞技的，也没有到真的很竞技啊。问号是什么？但是你们自己出互问。OK。对。可是当然不会让你自己出，一定是由你的对手来出嘛。对，所以我们就我们先来一轮基本的，让你们感受一下。我觉得如果穿那个 massage neck 是最 peace 舒服的。对，但不能用放。就是。来甩哦。所以为了避免自己作弊，所以你们两个替他们甩，他们两个替他们甩。哇，这样就互相帮一下，互相黏着。我们第一轮就先这样，对，就进行新兵。那你甩一个，我甩一个。你先甩部位，你甩部位。来吧，来吧，来吧。哦，这是该逼哦。该逼，该逼有点。该逼，该逼。胯下，如果是
这时候按摩就这一颗就对哦，我一定按摩。可是我觉得胯下如果是 flow， 它只是画面不好看，但是是最无感的。Are you blow？Touch， 哎，他对，哎哎哎 ，Nice，Nice， 胯下，好，那你们就是来 touch， 哎 ，Touch 胯下很 peace， 哎，你们要不要直接跳到进阶版啊？进阶版就要编剧了。所谓编剧呢，就是除了你要去摸对方的胯下之外，你还要帮他们编一个剧情，要演那个剧。来考验大家编剧。哇！我现在弄他们待会就会弄你，是不是还好哦？我觉得那我们对他 peace 一点，就是，比如说啊，今天应该是那这样子，韦伯按迪恩，然后就是迪恩今天刚练完腿，很酸，然后说哦，你练腿辛苦了这样子啊，这样可以吗？可以吧？可以吧？可以。哎，等一下，多关照，等一下，请多关照。真的是我们是在一个船上面的，对，没有要修嗨才好笑，没有没有，结果他们等一下杀把我们杀了，对，那个你对敌人仁慈，人家不见得，今天你不弄死他，明天换他弄死你，对，哇塞，好，那既然这个听起来非常温和的题目，就请我们今天的伪 CP 来执行一下吧。一方面也是因为今天那个思琪，他的正牌男友思琪还在军，所以我们才敢这样玩。对，不希望有兵变的那个标签贴上去。真的真的，好，人家都站起来准备了。我想说，好像坐下，我们酝酿一下。不是碰该逼，我觉得我们妈傻了。不是，都是我演。应该 lick 或是 blow。是肉眼。这个我们胯下就是。就到这边，只要能够满足你们姐姐都可以啊，那就大腿就是大腿。OK， 你要怎么样的状态？就是他们想健身完嘛，然后什么健身完练腿抽筋什么的。哦，那我们放抽筋好了。好，哎，好，那你用一个 squat 然后抽筋。OK。你在 squat 的时候要抽筋。扶杠，他这样扶，前臂很强。抽筋，你站着，我帮你按一下。这边啊，这边，啊，再里面一点，再里面一点，对对，这有吗？改臂，还行吧，可爱哦，好舒服，舒服，可以吗？是你在爽什么？有姐姐表示满意。哎，自己加线很棒。加线，里面一点，改变，改变。我看到就是这个样子。还挺舒服。Oh my god！ 还行啊。而且迪恩是认真。这什么意思？哎，这蛮大，就是。没有。对啊，这就是希望你们闪到这两个。变闪一个。没事没事。来吧。好。一样。没有，他有那个，我觉得。哦，一样。就代表闪大神。那你要不要再？你看你要不要再骰一次？骰大神今天就是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动作再骰一次好了。啊，确定？他想要再骰一次。好，可以吧？多方比较好。好 ，OK。反正不是我。高一点嘛，我是觉得高一点的。开放权限给你。好，那是什么？你好。等一下，不是。不是。掉地上不算了。你看，像之前你要去唱歌，你骰子掉地上要罚三杯了。对，对不对？算吧，愿赌服输。来，没有，真的。Nepo， OK。不是带，就是 Nepo。假如是马杀鸡的话，那多好。我shit。来喽。来喽。哇 ，kiss， 亲。那我觉得可以是胸肌啦。对啊，对不对？你们两个出题，而且 Nepo 现在也对不准。对，你知道我 Nepo 长这里，这边，这里，哦，好敏感。移位，长这里，没错。你们来一个情境啊，什么样的剧情？他练胸，抽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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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要抱他的时候，这边抽筋，我又抽筋，抽筋这样。可是他要吹，不，他要亲，乱加剧情，怎么亲吗？亲感觉有点意外的感觉，意外啊，意外之哦，可能他不小心就不然躺在这里，然后你要往前走，然后被他绊到，然后就他一整个，哦，然后就不小心撞到，来一个跌坐在椅，哦，就是在椅子上狼仓的，有点像我们那个那个。对，然后这次反而是你扶，然后我亲到，对对对对对，然后可以，好，可以，好，那我们就在这边吧。但是我们就慢慢来，那个角度有点难瞧。要长椅吗？啊？要长椅躺吗？不用不用不用，在这边，在这边应该就好。是，所以是，就你逼近，然后我直接说你想干嘛之类的嘛。对对，然后最后你一个狼仓，然后。之后呢？我是这样，要跌倒，然后，但是你会往后哎。对，然后我是这样，有点倾到，那就倾到了。那你，我们拍戏前都是这样讨论。那你不要太后面，因为这样你会对不到。那你扶住。对，我扶住。然后我有一个弱力僵尸。对对对对对。OK。所以我把这个部位，我把这个地方让给你。好。好。OK。所以你们真的在拍戏的时候，其实。行前都是这样跑，对，都是这样，非常非常仔细。第几步的时候？一二三倒。那我你自己倒还是我脚要进去？不用，我不用不用，我就慢了，慢一点的，我有我可以自己 hold。好，对，好。那我就摆在这边，然后转过去。那我说你干嘛 ？OK OK 啊，好。好。哎，你们要喊 action 吗？准备好了吗？好。来，约定八块天 ，Action！ 金宇澄，你现在是怎样啊？你要干嘛？呜呼！要不要喝咖啡？我去报给你了。OK。来了，各位有看到我耳朵红了吗？蛮符合剧情，而且我们有演，对，没喊开要继续那个。导演说过没喊咖，要自己创造剧情。没有喊咖，你们要自己接下去就对。对，没错。哦，哇塞，那各位就给了我一个灵感。等一下没有喊咖，这是最后的魔王关了。其实就是你们这对 CP 甩动作，然后他们编剧情。甩动作。你们甩骰子，然后他们编剧情。OK， 那谁做？你做。哦，我很乐意，这是一个自卑心理，我又弄错。因为我们已经有分配好那个动作了嘛，我们甩，然后他们编，然后谁要执行？谁要演？我需要有对手戏的对象。没有啊，我也很希望那个有机会能够来参与。店长，店长，最害羞的店长。好哦，那我们就先甩，对，你们先甩部位吧。好，部位。他们要帮你们编剧。OK， 好，一二三。再一个啦，我觉得有点。甩大神真的都喜欢盖逼。Okay, 这个可以，我觉得，这我觉得可以，只是画面好了，可以了，我就尊重骰子声的过吧，过。大声。哦，亲一下，这个很有味道的一题。这个有点，反正剧情他们想。对，剧情你们两个想。可是这个画面好丑哦、喔。对，那我。我们重彩一个，我觉得画面太丑了。还来？又是赛呢？好了，那意下啦，挑战看看。今天好妙哦。对，这是亲意下。意下。亲意下，你们两个要想一个剧。啊，意，我们不一定要这边嘛，就是他附近。这边也可以啊，这边也可以、啊。还是我亲你二头。这个也可以啊，这个也可以，这是意下。我二头。啊，亲意下。是我听到二头会想歪。亲意。你想到什么？类似，我想到另外一个头。哦，手指头发应该是手指头，他偷开车。不好意思，我刚刚那个先清酒柜走过一轮。好，编剧你们要有一个那个，你要编的，很像女生在洗澡啊，女生在洗澡，还少一个，洗澡吗？对，洗澡的时候。这是魔王关哦，所以要想更难的题目。洗
走。意象。所以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想当兵。对。就是报仇时间。没有了，大家平时。你想？对。我会想到就是他受伤，然后他可能亲他一下，然后痛痛飞走。哦，不痛不痛哦。痛痛飞走哦。撒糖的，撒糖的，撒糖的，我觉得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那个儿童剧的剧情，嗯，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样？突然跑到幼幼台去，这样。是我一下受伤吗？还是坏变成你亲了？啊，你洗澡的时候被热水烫到腋下。哎呀，这样子啊，我烫到。哦。啊，他本来帮你亲我这这边嘛，听到。我又举起来，然后这边。举起来这样。就我说这样子，然后我说哦，我这边烫到这样子。好好好好好。好。不会啦，我觉得有两位诠释，就算亲一下这个动作也会很优美的。要如何把它挑战到优美？但为什么我洗澡你会在旁边？就是你已经出浴室了，然后跟我说，那怎么会烫到？是你叫他，就是求救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可是其实这个我们前一组 BLG 的剧组来有很类似的。哦，真的吗？训练师哦，还是我刮一毛刮到流血，刮一毛刮到流血，这可以耶！哇，大成哇，对，可以可以耶，我觉得这比较刮一毛。女生到一起说男生会刮一毛，我不会刮一毛，男生应该比较不会，真的不会啊。我知道，我只想说，你说前一组有重复，我想说刮一毛总不会重复了吧？想到一个蛮合理的，就是你的腋下被蛇咬，然后他要把你把毒吸出来。可以，这个很可以。你们在野外，野外来，我觉得还好，我们就这样用。我觉得，因为我们不是真的是这一块。好，然后对，但是我你角度自己瞧嘛，你就是瞧一个角度。只是我太贴，我怕我的妆。但如果那你就可能上一组他们也有类似的，真的假的？也被蛇咬，而且是该你被蛇咬。那对，有没有？好了，刮一毛，那就刮一毛，刮一毛，那就刮一毛。刮一毛，那就刮一毛。好，刮一毛，现在没有人挑战。好，还是你们还有在脑筋急转弯想说？我也可以自己想。我想他就一毛啊。就刮一毛。刮一毛，刮一毛好了。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把刮一毛。刮一毛。亲一下，演的优美。好。开始哦。好，来吧。啊！怎么了？为什么这么不小心啊？刮一毛刮到肉了。都刮几次还刮成这样子？那我想擦一下。我亲一下应该就好了。是吗？啊，痛！啊，忍耐一下哦。哇，有没有一点？好喝。有点稀。有稀吗？稀。忍耐一下。哦，好多了。我去拿那个。OK 棒。OK 棒，还有那个优点。好，等我一下。好。哇，过过过，天哪！我今天睡觉整张纸。好优美哦。好会哦。来吧，二位。有点奇梦。打倒了。奇梦，奇梦，我把你把毒吸出来。哈你连声音都有到哦。好，那我们最后一轮就是这个是魔王关的，所以你们两个要啊。面具又是在，真的。你再闪一个，看能不能闪出什么特别的。Nipple。好，那好。Nipple， 今天闪子大神就只有麦跟 Nipple 两个地方。Lips， Lips， 好 ，Lips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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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Tickle， Tickle， 瘙痒嘴唇，哎，这有点难想。瘙痒，瘙痒嘴唇是。反正也没有下一 round 弄他。对，我就要弄。我是这样想啊，我是这样想啊，我是这样想啊。瘙痒，我要想那种很变态的那种。对。我要在想说怎样瘙，这样瘙是不是比较色？我想要那种，我想要那种皇上跟那个后宫。啊，皇上，对对对，来宫廷，对后宫的感觉。今天翻他牌子，但重点是剧情了，有。但是皇上是韦伯啊，我要狄仁杰的皇上。喜欢喜欢。然后，要怎么样进入到这个？
啊，还是就是哦，皇上今天可以翻我吗？然后我就这样，嗯，小可爱，先去洗澡。想要我翻你是不是？他说我先去洗澡更衣一下。我先去沐浴一下，朕先去沐浴一下，然后这样烧烧他下唇，这样嘟嘟嘟。哦，好。好，就这样。坏蛋，就这样，确定了。可以哦，那谁是？你们先走一下戏吧。他是皇上。皇上，对，我不是皇上。来哦，分秒必争哦。真的太强。好爽。我要翻牌是不是？他希望你今天翻他牌子。对啊，对，你是皇上，你是很宠爱他的。你是皇上。好。对。然后准备好了吗？你要坐着，你坐着了吗？还是站着？演员准备好了吗？走位还是？导演在那边。你是，不然你们也当妃子啊？我就选他，对不对？没有。我们是太监，我们两个是太监，皇上，皇上，皇上。皇上好，洋葱了，两个人 ，OK。皇上。好，那个哦，准备好，两个人。来哦。开机哦，来回放。韦伯迪恩宫廷剧。Action！ 皇上啊，坐嘛，你怎么来了？今天就是你了。哎呀，我正要说你多久没翻人家的牌呢？今天有我事情呢。一起去洗澡。人家洗过了啦。你真的是个大野狼呢！尴尬，我喜欢我这边 OK 哦。导演组过了，导演组很棒。我这边 OK 哦，谢谢各位哦，大家都已经满足了股民了，谢谢。好，是约定的牌子，耶。20号起，每个礼拜四中午12点会在 My Video， 对不对？然后 Vido K Vido 也会 Vido， 对，是 My Video 是日本，台湾是有 Vido Market， 然后拉根拉根。等一下，我应该让你们讲才对啊。这 Vido 知道吗 ？Vido 好 Vido 出来。好，好。我今天好像因为那个上就是我们之前的股民很喜欢看你们把主镜头当成男友视角，就是当成 CP 视角跟他们讲。哦，好。推荐。我们用接龙的方式好了。那我就那我这个也。那你就看先讲什么，然后我帮你补，然后他再帮我补。好，那我就说，全部朝我这边去哦。好，所以男友一人一句接龙。对。这个男友视角哦。你可以手这样。你手伸出去，好像要牵他。这样吗？对，上次那个。又是他，对，然后那个观众就说好喜欢你们的这个桥段，对 ，Go。Beloved House 约定 I do 即将在5月20号正式上架喽。会在哪里播出呢？会在迪斗等你哦。每周四中午12点，我们在迪斗一定要准时收看哦。